我打算打到几岁？我打算上天堂死了，我还要跟耶稣打，还要跟上帝打，一直打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如果孟婆要喝孟婆汤，我说你打赢我，我才跟你喝。四处惹事有没有？打不赢我就不喝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我去地狱，我就会说阎罗王，我们来挑一下。可以啊，对对对对，就被打爆也没关系啊，打爆。我们打过阎罗王，你打过阎罗王。路西法要打我也打，任何要打我都 OK。嗯嗯嗯，对，我也是，我要一直打，就是要打。而且我觉得我其实年纪越大越强，真的。哎，我觉得我现在比起我什么35岁、38岁、20几岁，我觉得我现在状态、心态啊、状态什么之类都很好。对，所以我忘记是谁啦，但我的学生还是谁，有人问我说：“哎呀，大哥你要打到什么时候？打到什么时候退休？”靠杯，我现在一直在连胜呢，我退什么休？要退休。没输啊！因为为什么要退休？我很讨厌退休两个字，任何事情都，任何事情我都很讨厌。对啊，工作也不需要退休啊。你喜欢打架也不用退休，你想做什么事情都不用想要退休。退休要干嘛？